好热闹的开幕仪式。百只舞狮开始热身准备。增数锦旗给我们今天晚上亮灯仪式的我们的特别贵宾，同时也祈求九王大帝能保佑他们的每一位前来的，包括各位您出席的朋友们。如此的热闹。
这狗被吓得不轻。这才神。
宣布了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冠军是他了。哦哦，这位。